过去，民众在就医后想要申请保险理赔，可以说是一件非常繁琐而且复杂的事情。现在，保险业者和台北市医疗院所进行合作，将诊断证明书和费用证明，还有多家产寿险公司共同参与的保险科技结合在一起，让理赔程序方便、安全、快速，迈向网路取代马路。一家受理，多家理赔的智慧新时代。现在，民众在开立诊断证明书之后，只要在医院柜台填写申请单，然后透过保险公司的行动服务、网站网页或是手机 App， 其中一种方式提出理赔申请，医院和保险公司就会迅速的透过网路进行诊断证明书与费用证明的交换，民众就可以迅速获得保险理赔。而且如果多家投保，还可以一家申请多家理赔哦。智慧城市保险理赔一起通。